腿伸进这个球台里面去，跨一步，然后呢，重心压在右腿，整个人往前扑，然后呢，手臂、手腕内扣，手腕内扣，然后呢，储备发力，然后球来了，在球的上升期，这个时候摩擦球的这个，如果是下旋的话，摩擦球的右侧下半部分，迅速手腕做一个外旋的内扣的动作，这个呢就是首先呢手腕内旋外展的时候呢做一个圆弧形的这个动作，把它给这个球给包裹起来。如果是下旋多一点的话呢，我们是拍型稍微可以平一点，如果是上旋多一点，拍型可以立一点。区别就在对，先上旋，跨进球台，然后呢重心往右腿压，然后呢整个人重心一定要低一点，尽量的趴在球台上，这种感觉。然后呢引拍，可以引拍，引拍的如果要侧旋效果好，一定要在球的偏右侧多一些，这样的话呢靠这个身体的转动，前臂，然后呢往左迅速的摩擦。这样接过去的球给对方省略一种难度呢？如果是对手是右手握拍的话，它有追身的效果。用这种球它直接顶过来。对，它会顶过来，而且有侧旋，很强烈的侧旋。对方如果要侧身的话，有可能这个球是追着你走的。就这么接直板，根本就没法侧。我要给这边这样往外拐嘛，对，让你行，这边就往这边，这个技术很实用。